我知道，啊，战友们现在非常非常担心，非常非常想到底会不会戒严，什么时候戒严？战友们，当你们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，一切都在进行中，啊，一定会戒严，而且共产党一定是水陆、陆路、天上同时并进。而且穿着就像杂牌军一样，啊，还得糊弄全天下人。穿着什么这个中国防暴警察呀，啊，中国什么这个专为香港成立的啊，这个维护香港利益啊，保护香港公共设施啊，保护香港人民的什么什么特别部队呀，行动组啊，你放心啊。就像几天前我说，共产党一定好多名声啊，一定不叫戒严，啊，一定不叫戒严。但事实上，戒严啊，这在全世界里边都是有定义的，那不是他想说啥就说啥。他叫公安，实际上就是警察。他现在叫公安，不穿着公安服装，实际上本质是 PLA 啊，都是解放军。别扯淡，中国的警察肚子大的都怀着16个月的孩子似的。他上香港就围谁问去？香港那年轻孩子跑都把他跑死了。3小时、4小时，像大陆的警察一折腾都完蛋了啊！用这个恨的话说，都万秋胆怎么可能啊？那警察，你看看咱这块还装备的那些车呀，你会开那车吗？你会用那车吗？在香港那个热天，大热天的又潮湿，站上4个小时，自己都昏过去了，还保护谁呀？都抬，直接都扔海里就得了，都是 PLA。你看那年龄啊，你看那年龄。你看那身板啊，战友，这个我们的内部的信息啊，非常清楚啊，几路并进一定记住。大家一看呢，先保护什么设施？先保护公共设施，机场啊，水站啊，发电站啊，九龙往香港的隧道啊。驻港部队的总部啊，然后什么这几个敏感的大桥啊，一定给大家的印象，我是来维护公益来的，保护香港人民的核心利益、社会安全、治安保障。然后就香港一堆人得出来得喊，哎呀，欢迎这个解什么维护这个到香港来的什么指挥部啊，维护香港的安全啊，我们感动的流泪啊，没法活了，有病不能治啊，这你放心，共产党的招都认输，就是香港人民渴求啊，渴求啊，你不赖不容啊，不赖不幸啊，得来呀，都这样，都这活，你共产党演戏，他那套活，你有时候你觉得很可笑。啊，几十年不变招，哎，这大陆演的灵啊，啊，演的灵啊。